定是在最佳的时机点推出我们最强的候选人。这一次的提名一定比过去几届都来得早，不会照进，但是不但不会拖延，还会提早一起来努力。侯市长今天新北市议会要开议，希望他明天的施政报告兼接下来的总咨询都能够非常的顺利，我一起加油。我从头到尾就是提出来非绿的大联盟或在野的大联盟，我们一定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包括郭董事长在内、柯主席在内，现在正在努力的团结大家，希望不要造成任何的对立困扰。柯市长现在正在美国访问，我希望一切顺利成功。国民党是 double D 或者是我们三 D 都一样，就是不管捍卫中华民国或者是坚守我们的民主自由，所追求的两岸和平一定是强化我们的国防，同时我们一定希望透过交流对话避免冲突。